提升头颈癌微创手术，沉默宽造福病患，不喊累。彰化基督教医院副院长、耳鼻喉科医师陈默宽是国内头颈癌微创手术的权威，一年所开的头颈部癌症手术超过400例。槟榔啊、抽烟啊，这些关系都会增加口腔癌的发生率。那更可以说是中南部特有的疾病，开刀开的好，要重建，时间很长，有时候一个手术就要10个小时，而且叫病人通常年轻，对我们这方面责任会很重大。2000年时，有位年轻的女住院医师准备要结婚，却因下颌腺结石开刀，留下8公分的腺足肿疤痕。腺足肿就是皮肤，我结婚了，能不能帮我修疤一下？腺肿什么修都没有，那就因为这个女医师来问我以后，觉得啊，就是影响很大，所以我就发明了这个微创内视镜手术，这个就全世界是我第一个发明的，而且都已经在国际上面拿着期刊都发表。因为我就是觉得说，这个真的是有在救人的感觉。哦，虽然他的工作很长，我有事情都没运动，但后来发现身体变得很差，我开始一直冲下坡。所以后来我现在就是有一个方法，我每个礼拜二跟礼拜五的晚上，一些人到我们一个球场，然后钱是由我来付，但是我让大家来领到。陈木宽的门诊现挂100号，他恨不得自己有3头6臂。一个月要排超100个病人，大小小。我问他说：“你的小朋友几岁？”他跟我说：“3岁、5岁。”我就说：“好，我跟你3岁，我下礼拜就跟你住。”我一直最大的内疚是我不是一个好医生，我每天都会反省，我真的。医生来讲，真的不是，而且我觉得很失败，因为我的门诊量很多。陈默宽不止门诊，手术量大，假日一样没有办法停下脚步。我还是一样7点来查，你6字也有查吧？我一年我出个处，所以我在想，如果有一天我早上没有查到，我的住院医师他们一定还有医生一定以为我车祸没完的。我几乎没有休息，因为礼拜六、礼拜天是我最忙的时间，因为礼拜六我开完刀都已经傍晚了。我光是这个礼拜天加起来差不多10个，礼拜天大概就是开。动新闻，彰化报道。